我是中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国家集训队队员秋冷，运动员刘佳宇，运动员吴少霆。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运动员蔡万成、刘壮、蔡万三。我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及侧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运动员任子妍。对，运动员杨文龙，运动员王立文。我正在卡尔加里参加比赛。我正在长白山训练。我们正在斯洛文尼亚普兰尼察训练。坚定信心，同舟共济。科学防治，精准实测。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主题战，相信众志成城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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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汉加油！